既然已经喝醉了，这一层我就不用担了。小伙子，为什么不打招呼就上去了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前辈。那你打扰了。外号醉踏九州，马步功夫出神入化，双脚一时轻飞如絮，又可重若泰山，无数好汉都拜在他马步之下。前辈，好功夫！你少来拍马屁，能打到第六层来，陈正英的徒弟，果然好功夫。前辈认识家师？啊，是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当时我九僧向东来，有缘碰到你师父，于是大家就较量起来。你师父也留了一手，大家打了个平手。事后我很后悔，明白到比武，晚辈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前辈，来吧。好，再找我算账。小伙子，你真硬的吗？是你坚强的意志，当你中了我的重拳，普通人早已忍受不了痛苦，会马上晕倒。你有坚强的意志，当受到痛苦极限时候，反而激发体内的潜能。